要露娘一趟吗？回呗。现在这都快一年没回家了。那老爷子都回家了？对呀、啊，都搁老家了。回呗，回去看看哥。俺叔叔俺姨回去不？他俩说今年不想回家了，回家不了几天就该来了。像这过完年初六都开始开业了，回家不了几天。二十八九儿的天，初六都开业。啊。歇不了几天。歇不了几天。那我回家也没啥事儿。中午你自己回去中。想着我自己回去看看姥姥跟俺姥爷去。看看去呗，恁大岁数了，该回家看看。你看我从小跟俺姥姥长大的，这一年不见她，我还想她嘞。是。哎，你怎么？你崩完一个句子，然后一下就填句子了。嗯。能不能就是答应我一个请求啊？结婚之前，谁？今年过年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跟着我回姥姥家一趟啊？回姥姥家？俺姥姥、俺姥爷都没见过你，都想看看你呢。还有家里边那亲戚都没见过你，都想看看你，都在唐突嘞，直接没见过，都直接结婚了哟。不是。我把你送回去，我送回去再回来见恁老恁姥爷，然后我就回来。那多麻烦呀！我搁家也待不了几天，咱俩一块儿回去，一块儿回来不中吗？笨啊！咋啦？总共过年弄了几天，我要是跟你回家那不合理，你知道不？还见恁亲戚，现在不能见，知道不？咋不能见呢？都快订婚了，等订完婚再回去。过完年我还想在搁家待多少天呢？俺朋友打工都回来了，搁家玩玩，这段时间清闲，我再给你回恁老家去。那你不回老家，俺姥姥姥爷想见你嘞。这结婚之前也不见见你，就直接跟你结婚了。俺姥姥姥爷都没看见，都没看过你。我把你送过去，跟恁姥爷姥爷说，我吃顿饭，我再回来不中啊？第二天我回来了。我现在想让你搁俺老家陪我几天呗。在老俺家也有住的地方，给你自己准备一个房间。啊，我搁家住不了几天，我都来了。我还能搁，我还能搁家玩会儿，好不容易过个年，就去年几天。再找回来呀？怎么着？你看你自己。不想去，我也送回去回来，我再回来不中吗？你看你自己回来了哈。你到家没几天，我自己就该回来了，咱俩还得分开回来，而且我还得带着小丸子。你真心看着我带着小丸子去坐大巴自己回来吗？还得点着东西，一个手抱着小丸子，一个手拉着小丸子。你真行不？中，你回去吧，嗯，几天吧？拿着我了啊，拿着我的心事儿我，啊。